大家好，我是 Bobo。 这个视频会给大家介绍四个常用的可能补语句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给我留言点赞，谢谢。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이영상은여러분에게자주사용하는4개가능부어를소개해드리겠습니다도움이되시면좋아요와구독부탁드립니다오늘얘기하는가능부어는결과부어앞에뿌를넣는문장유형입니다동사不管不管관결과부에서는습관적응하다는의미가지고있어요不管은뭐뭐적응안한다아직별로안좋아하다아직익숙하지않는일에대해많이사용합니다吃不惯吃不惯먹는데익숙하지않다맛이없다我吃不惯那儿的菜我吃不惯那儿的菜나는그국세음식에익숙하지못한다사실은맛이없다는뜻이에요不好吃보다는吃不惯더예의있어요看不惯看不惯마음에들지않다눈골이산났다我看不惯欺负动物的人我看不惯欺负动物的人나는동물을억신여기는사람이눈에거스립다听不惯听不惯귀에익숙하지않다귀에거스립다他听不惯领导说话的语气他听不惯领导说话的语气그녀는상사가말하는말투에익숙하지않다동사不到不到到는결과부에서는이루다뭐뭐에이르다는의미가지고있어요여기서는뭐뭐할수없다이루지못한다做不到做不到每天四点起床太早了我做不到每天四点起床太早了我做不到매일4시에일어나기에너무이뤄서나는할수없다想不到想不到미척생각하지못한다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내가이런사람인줄몰랐어요买不到买不到살수없다钱买不到爱钱买不到爱동그로사랑을못사다동사不住不住住는결과부어에서는안정적이고견고하다는뜻입니다여기서는안정하게할수없다는뜻이에요记不住记不住기억이안났다기억하지못한다生词太多了我记不住生词太多了我记不住어휘가너무많아서기억이안났다忍不住忍不住참을수없다참지못한다我忍不住笑了我忍不住笑了참지못하고웃다坐不住坐不住앉아있을수없다오래앉아있지못한다他性子急坐不住他性子急坐不住그는성질이급하여가만히앉아있질못한다동사不上不上上은결과부에서는서로접하게하다촉촉하다뭐뭐까지는의미가지고있어요여기서는그냥뭐뭐할수없다穿不上穿不上신발을못신다옷을못입다는의미가지고있어요我长胖了这件衣服穿不上了
我长胖了，这件衣服穿不上了。살이쪘어이옷을입을수없다关不上，关不上，冰箱门坏了，关不上。冰箱门坏了，关不上。냉장고문이고장나서닫히지않는다算不上，算不上，뭐뭐라고할수없다他算不上演员，他算不上演员。그는배우라고할수는없다练习他忍不住掉下了眼泪그녀는참지못하고눈물을흘렸다他的汉语算不上好그녀의중국어는좋은편이아닌다孩子总是坐不住아이는늘가만히앉아있을수가없다妈妈看不惯女儿的穿着어머니는딸이옷차림이눈에거슬립다在这儿买不到这种手机여기서는이런핸드폰을살수없다